大家好，我是韦恩，毛博，今天带大家来穿起看今次世界有最短的电扶梯。这边总共只有五段阶梯，长83公分，然后只要5秒钟就可以到上面喽。接下来挑战在这个最短的手机上可以完成什么事情？首先就来传个讯息吧。解锁。打字。啊哈！成功。哦。快到了成功，表白哦！那我们最后一关，请韦恩挑战写信给妈妈 ，Go！ 都到了还写？那我们来看看机揭晓，韦恩到底写什么东西？我不要写妈妈我爱你，根本不可能啊！快去呢！看最后一关，挑战韦恩在电扶梯上面讲结尾 ，Go！好，今天帮大家介绍穿起最暖的电扶梯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讲吗？